小费与前妻大 S 因赡养费问题再度争吵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没想到此时望穿虚旧的绯闻女友张颖颖却公开热爱汪小菲，并表示会一直陪在男方身边。此举引起了汪小菲母亲张兰的不满，不断以小虫子暗讽他，同时频频上传与儿子互动影片，疑似在宣示主权，并在强调儿子没有官宣。又有人发现张兰在抖音上一一点赞劝双方分手的留言，马上引发热烈讨论。有些粉丝认为可能是张兰的助理点赞的，对此张兰亲自现身的园区霸气回应是他本人点的。网友们也力挺张兰，呼吁汪小菲快离开张颖颖，甚至要他相信妈妈和粉丝们的直觉，似乎都不看好汪小菲和张颖颖的恋情呢。